今年嘅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战况相当激烈，尤其是视帝之争。虽然当天生日嘅陈展鹏最终败给陈豪，但当晚老婆善文又随即喺房间送上蛋糕庆生，佢瞬间甜在心头。即使失落视帝，但为善最落嘅展鹏不忘带埋妻女行善。日前，展鹏就孖住老婆，抱埋女女陈乐瑶，一同到上水个学校探访兼派书卷。到咗小息嘅时候，当一众学生喺操场遇见展鹏，立刻蜂拥而上，索取签名兼握手。而展鹏见过八名可爱嘅小朋友，当然来者不拒啦。见到呢啲部分喺生活在贫穷线下嘅学生如此艰辛，先至得到学习嘅机会，展鹏不禁眼湿湿。